是什么？我穿着LifeWay台湾创意家的蓄热保暖衣，它是用独家开发的保暖纱制作，中空纤维，锁住热空气，再冷我也不怕。果然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胸膛。嗯，so hot。快上网搜寻 LifeWay 蓄热衣，或洽 02-8978-0119台湾创意家。 赵少康，欢迎你回到赵康时，现在台北股市现在上涨30点。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登的是右见五鬼搬运借241亿 IOI 被打枪，它这个 IOI 101很绝，看起来很像一个字啊 ，IOI 101不是真的很像啊。那 IOI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它现在是这样啊。 顶新要卖给他101的持股，顶新有37%嘛，金额是251亿新台币，250亿。